在酸甜苦辣咸五种滋味中，甜是最为暖心的味道。那种源自舌尖上的甜蜜感觉，直抵内心深处，人们也愿意用甜蜜一词来形容最美好的事物。在新疆，甜品不仅花式多样，而且风味独特。巴哈里、马洛什、马仁堂，每一个风情万种的名字，都是一段甜蜜记忆。巴哈利源于中国新疆俄罗斯族经常食用的黑面包，现在它也成为很多新疆人家中常见的甜点之一。和馓子一样，逢年过节时尤其被人推崇备至。巴哈利常见的做法是用面粉和鸡蛋混合搅拌成糊状烤制而成。塔城位于新疆西北，也是新疆地区俄罗斯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。在甜点的制作工艺上，他们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。郭香兰的面包店开了20年，在当地小有名气。每天凌晨3点半，她又开始一天的忙碌。早餐时，人们最爱吃的几样糕点，只有亲手做，她才放心。做巴哈利，郭香兰有自己的独特秘籍，那就是用牛奶和面。牛奶与酥油的纠缠融合，会生发出特别的馥郁香味。塔城本地的野山花蜂蜜，相比于砂糖，它的甜味更为温润柔和。鸡蛋、葡萄干、碾碎的核桃仁一并加入，混合均匀，放在烤盘中塑形，撒上花生碎，放入烤箱。经过一段时间烘制，巴哈利顺利香甜出炉，干果、奶汁混合出的浓香在空气里肆意流动。巴哈利松软清甜，透着郭香兰儿时的味道。每个人都有过被一种食物温暖的经历，才下舌尖，又上心头，成为人世间最甜蜜的记忆。
小，所以。如果说有一种甜品能够挑战巴哈利在塔城人民心中的地位，也只有马洛石。塔城人对于马洛石的偏爱深入骨髓，无论夏天还是冬天，吃马洛石都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。马洛石是当地俄罗斯族一种特色冰淇淋，在这里不是所有的冰淇淋都可以叫马洛石，它由纯奶和鸡蛋混合而成黄润色泽的马洛石，透着蛋香和奶香四溢。塔城地区的优质牛奶赋予了马洛石与众不同的食物特质。杨中青在塔城市开了一家冷饮店，店里的马洛石每天都要亲手制作。牛奶烧开，放入白糖，熬至均匀后出锅，加入鸡蛋液，然后放进井水里冷却。这是马洛石的传统做法。烧制纯牛奶很容易糊锅，极易影响口感，只有用小火慢熬，悉心搅拌。杨中青每天要做100多公斤马洛石，经年累月从不懈怠，从早上开始至少要忙活3-4个小时。杨中青制作马洛石的手艺传自母亲，他一直坚持亲自动手，以此来表达对母亲的怀念。情感寄托让杨中青的生意有了温暖的内核，过往的美好记忆是可以绵延久远的力量。天山以北的甜蜜事业仍在继续，天山以南和田地区的甜蜜传奇让世人惊叹。在这里有一种被称为重糖炸弹的干果制品，把新疆甜度诠释得淋漓尽致。它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，马仁糖。马仁糖在和田地区已有近1000年传承历史。当地的制糖匠用当地的核桃仁、玉米糜、葡萄干、葡萄汁、芝麻、红枣等干果一起熬制，
干果中浸透着玉米糖、葡萄糖和果糖，外部还会有一层麦芽糖。多种甜味物质充分混合后，味道醇厚，外形如玉剔透，甜香袭人，于是有了马仁糖重甜微酸、果香宜人的口感。核桃享有万岁子、长寿果、养人之宝的美称，是马仁糖中最重要的材料之一。买买提阿布拉准备去巴扎上挑选一些优质的核桃。和田的薄皮核桃在国内早已闯出了不小的名声，但他们依然要面对买买提阿布拉的挑剔眼光。买买提阿布拉家有多年制作手工马仁糖的手艺，做一锅马仁糖，分选、烤、煮、熬、拉、熔几大工序。蒸熟的各种原料趁热放进一个很结实的木槽之中，再用一块厚木板盖上，压上重物，水分在重压下溢出，糖分留在木槽中结晶成块。12小时之后把重物移开，晶莹透亮的马仁糖就呈现在眼前。随着现代化、机械化加工技术的兴起，这种纯手工制作马仁糖的生产方式受到较大冲击。买买提阿布拉的店一度处于关门歇业状态，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才重新站稳了脚跟。每天买买提阿布拉都要到市场去，他的马仁糖很受欢迎，这让他的心情十分愉悦。事实上，这些甜蜜的玩意儿早已经卖到了北京等地。对买买提阿布拉来说，制作马仁糖是一份甜蜜的事业，因为这份事业他过上了甜蜜的日子。一家人围坐，
品尝着马仁堂幸福的滋味，就从舌尖心底升起。多种味道调和，风味由此大不同。在新疆和静县，厨师不因吉利深谙调和之道。大宴进行了80天，那达慕举行了70天，幸福的酒宴又继续了60天。勇士们团团坐了7圈，举行芳醇美酒的盛宴。新疆著名的史诗《江格尔》中，一次庆典的盛宴持续了大半年。一场可以持续200多天的盛宴里，诱人的美食不仅可以满足果腹之欲，更有人世风情的百感交集。在新疆和静县，传说中的江格尔盛宴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，其中各色的甜品最受追捧。布因吉利是汉王府酒店的一名厨师，他的拿手甜品是锅茶与奶皮拔丝。锅茶是蒙古族奶茶中的一种，传统的奶茶里要再加入风干肉、奶豆腐、果条等熬煮，才能成为一道正宗的锅茶。果条是布因吉利做的锅茶最特色的地方，将加了鸡蛋、酥油的面粉和成面团，切成大小一致的长条，在油锅中炸熟。这样的果条甜香酥脆，放入锅茶当中更是回味无穷。作为锅茶的搭档，奶皮拔丝也是一道香甜可口的美味。将新鲜牛奶慢火熬煮出来的奶皮切好后，裹上芡粉，放入油锅中炸脆。再放进熬好的糖稀中捞出来拔丝，这样的奶皮拔丝奶香浓郁，甜美可口。布因吉利精心准备着锅茶，用来招待家里的朋友。一碗锅茶，一盘拔丝奶皮，各色干果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就是一段美好的时光。我都吃得多快，都吃完了都。呀，你说睡不着觉，我说你喝一点酒，要不然你不会喝辣酒，喝红酒开始练。他说这两天喝的，这个喝辣。我两个在上面光喝水，用酒有点不够的。
随着社会发展，宴席上的美食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家常味道。作为水果之乡的新疆，人们的甜蜜记忆里，果中甜品从不会缺席。伊犁哈萨克自治区州的首府伊宁市，地处伊犁河谷，四季分明，气候宜人，风光秀丽。每年春天伊始，伊犁大地上的果实挂满了枝头，水果的香味四处溢散。因为杏树鲜杏让人大朵快移，干杏又别有风情。来自伊宁的杏酱由新鲜杏子变身而来，它的甜蜜又别有一番风味。在伊犁，干杏又被当地人称为吊死干杏。用小白杏制作的杏酱是伊犁美食中常见的一种特色果味小吃。努力和麦提的果园今年迎来丰收季，他和帮手们正忙着把成熟的鲜食小白杏及时采摘下来，运到阿维伊提家里。这些杏子会被洗净，人工去核，小白杏的皮肉极薄，香甜无比，鲜食或晒干，口感俱佳。小白杏好吃但不易保存，为了最大程度保留小白杏的新鲜度，人们又摸索出在小白杏加入一定比例的白砂糖进行熬煮，经蒸馏真空，制成鲜食杏酱来留存这份难得的人间至味。熬煮果肉是杏酱制作中的关键，考验耐心，更需定力搅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果肉中残留的水分会不断析出，白砂糖在沸腾的锅中消弭无形，化作糖水与杏肉融为一体。杏肉不仅保留了原有的果体形态，还在一层胶质糖色的包裹下越发金黄透亮。再把它们装入玻璃瓶中，放进蒸锅，大火蒸煮30分钟，每道工序一气呵成，鲜甜美味的杏酱才算大功告成。热爱生活的人们充满无限智慧，热气蒸腾中，高温会杀死细菌，玻璃瓶内接近真空状态，如此处理，不用任何防腐剂，杏酱也能长久保存，供天下食客长期食用。
金色的果酱像是金色的日子，相濡以沫的情感，幸福的滋味，都浓缩在一瓶瓶果酱里。甜蜜记忆在舌尖上盛开，是口福之甜，也是情感慰藉。我们从中看见自然的风物，温暖的人情，还有平凡的故事。